啊，当不太太不上班当呢，反正我在那些宁波人才的时候，我都在过来。那些宁波人才在个原先给做爸妈的，后来接着也有妈的，娘着也有妈的，那么多个人才来接的，娘也有了吧？他说要先不，啷个那路说要先不工作，啷个那路讲爸妈的，现在感觉生命那路讲太的，太人的，现在感觉生命那路太阳。这是一万买回来，差了光有不有的。就这个拿来，你看这个了，身边他们就光把的差，现在有的这个。你如果在身边他们这个生活上行了，差也是有的，在光内也是有的，身边什么这个身边上有光把的。那样，这把就看看了吧，这把就看看的速度，天天看看的这速度。就准备那个，马红包了，各就把个钱收收给。我当时尊重些，我都不能挨公家吧给，等着了等呢，他们就公公都穷啥也有送了哇。但是俺就那路到，就准备那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等你穷下来，甚至他们就公婆的差，生个十几个天天都穷下来。但是就准备那个马红包了，等于吃些什么多把酒的钱给，但酒嘛些不用酒送下来，这个等着等你穷下来。哎呀，当然多呢。就准备那个光家给那路个电，俺就生不太阳，就准备那个生就光那个有的，对吧？一万元嘛的，人家只把我卡来吧，然后是什么了？只把来一万元吧，再然后叔叔给做好些帮过有的，现在就准备了做好些给修那个有的，那路一万元吧，电呢就准备那个只把帮过，你把这来呢，这个牛巴糖，俺就牛巴糖，吃了帮过有的。对，就他就准备来讲吧，妈的，妈把老子也公家变，对吧？就准备来公家变，他把老子也公家变，对吧？干嘛把工程师把什么把他们叫公家变，对吧？还他们这个电视电影，那是公家就要的。龙兴那路个宁杰台，所以他们在了下边，都深圳他们在了那路个那个宁杰台，龙兴给下边的这个这宁杰台，所以我就去了。那么多个水下边给宁杰，那么多把这这边宁杰台，现在。现在他们就最大的协助个嘛的，三三接三出来嘛，接出来这个的。但是工作些把大多给现在马大兵那个不啦，这些人不嘛了，人家就有的。这这边这边呢，天天食堂给这边呢，食堂些，这是清洁劳动就得的了。啊，这样罗阳县大多上街家马大王的他们搞的，罗阳县最大多阳县就上街的，这马大清洁劳动就呢。好了，差不多上面，通过俺老子娘们说的，那么多人去这个，那么多我在这个，你去这个哪场？这个俺们内陆俺老下呢，还从他们内陆啊，通过工作你去这个哪场工作？还内陆人去俺老哪场？俺就他通过把个天天嘛些，那新干嘛的？内陆俺老下呢，还能认住的？对，没啦，没把没被人家养，谁的？啊，这把这边没把看见没被人家？来了。娘明节了，冬日迎接迎不见人些，冬把节给忘了迎接下呗，冬日迎接迎不见娘送人。啊呀，娘隆重对呢，准备迎接成个这样，明节有的，真的是迎接的。那呀，这个迎接的呢，节呢，迎接的就是节呢，在那天呢，迎接普通些，那迎接的，迎接这个让新的，那内陆头了，下年对不对？在阿拉做个提拔新兵，伢们当过将领的、送的，现在他光把我打我，现在顶上是光把这我当做把看一个样，明天是下了嘛还不站着要嘛的，俺做他出贡献呀，明天我呢光过来，他出贡的，明天马上是在被俺家食堂在光那要接娃去嘛，唔在当什么了，接娃领个来送的，朋友龙把了看见他出贡。台了，人都没办法，以前台大不光马戏，光马戏把单人天天，把人家都花钱了，这边天天楼梯忙不穷的，人家了解决，人家给说到的，可能给光被，以前我拉个故事给说到看着，对吧？台能行，这个人家都塞的，大的天天弄个人家的穷的，天天忙到我塞不的，哎呀，大昨天穿呢，都是来送。Zergoy, Zergo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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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ergoy,
Mon de mon dieu, mon dieu,
Yeah.
温暖的阳光照射在绿意盎然的土地上，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。坐落于台南市归仁区，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的八戒护生园区，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，映入眼帘尽是绿油油的田地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。八戒护生园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大平原，风景秀丽，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，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更显其生机勃勃。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，收养了包括104只的狗，以及171头猪。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，从门口望去，右边是猪只们的活动空间，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天地。两者虽属不同物种，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，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。稍稍接近围栏，狗儿便奋力摇尾，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声，热情的招呼从未间断，展现出活泼的天性。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谋面，显得有些退却，羞涩地蜷缩在角落，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渴望关爱的眼神，使人发起怜悯之心。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，多数收养的狗儿渐渐恢复丰硕亮丽的体毛以及健康的躯体，并恢复与人亲近。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，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舔手回应。而在另一边，猪圈通风的设计为猪只们挡住酷热的阳光，驱走不少暑气，猪只发出的声响也不分轩轾，
有的悠闲地躺卧在角落休息或睡觉，享受着午后的微风，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栏外，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并举起短短的鼻子，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，令人深深感受到，不论是猪狗，虽然属于动物，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及灵性智慧节。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，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，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秉持着佛陀的教法，用爱心来灌溉这片。